什么情况？他在下了。这一从一楼开始着的吧？哇塞！着火了，着火了！不要录像！不要录像！我把手机关了。为什么呀？着火了，我要录英雄。当兵的录是叫录你啊呢，操！你当兵的，别拍了，好吧？别拍了。你们这你们当兵的就有问题。他这什么呀？喝胖喝的不是整土味儿。煤气罐吧？不是空调。家里有没有人呢？这都我操，都两楼，两到四层了。他们能录，不然怕咱们录。那个不让录，是当兵的，是这里当兵的，空军大院的不让你录。哦，人家消防的让你录，在人家，你人家这什么的抢救火的让你录。蔡英文日前表示，台湾不会向逆境低头，台湾走向世界的坚定决心不会因为压力而改变。